所以你要上去就上去啊，任何人想要上去就上去，只要你能够想办法就上去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想办法上去。就想办法上去了。哦，现在想办法上去的这个意思。对对。好，那我想上去看看。啊，现在几分了？那个落了几分了？5分。好，那我要上去。你要看？哎呀，我先跟他讲几句话。我等一下。Hello， 汉家。没事，我在擦药。在擦药。帕西爸爸，我没有手拍耶。来，那你声音大一点吗？那个收音效果会很差，我之前拍过一次，手机上拍不下。啊，你可不可以讲话讲大声一点呢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可是我要请你声音稍微大一点。好，你现在那已经174小时了啊，吃在那里，睡在那里啊，其实蛮累的哈。就是两大敌人，一个是雨跟蚊子。也需不需要那个擦蚊药？有，刚就在擦药。哦，这样。就是有蚊香啊，还有蟑螂油喷了一罐。哦，我这八九天来喷完了一罐蟑螂油。啊，那你觉得这现在怎么办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是会坚持下去，坚持到那个，就算到最后他还是不理我，起码也让社会认知这样的政府是对于砍树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无感，对于负面生命教育是多么的无感。对于爬树这件行为是多么的无感。当我坚持越久，至少这样子的感觉，这种那么无感的政府的这种，会更为广为的。啊，这个稍微因为这是在室外，所以声音请你大一点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？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你想要继续坚持下去，坚持你觉得还可以忍受多久这样的树人生活？好像是树上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哦，树上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寒尽不知年。然后结庐在人境，只有鸟叫喧。啊，结庐在人境啊，结庐在树境吧，树上了。在树境，只闻鸟叫声。听起来蛮狭义的。时间感，我这段时间在树上好像已经在我心里的重整，跟着老师他们的每天的季节的交，就是每天的这些交替，早上就被鸟叫声吵起来。然后松鼠跟古色鸟，还有喜鹊，还有鸠类在那边叽叽呱呱在那边吃东西，随时都会让我突然摆在那边发呆，说那又一只什么鸟的？尤其是我这个棚子还没搭的时候，鸟本来不来看到我会飞掉，但是搭这棚子都常在棚子的旁边，就在那边叽叽呱呱。那你那边有没有弄个那个？有没有弄个照相机，可以把你看到的东西照下来，然后传到网站上，让你的讯息一手消息让大家看到啊？刚好没电，啊，现在在充电池。刚好还我就会继续拍，就好像那一天郑彩鸾老师来的时候，刚好就看到一只母鸟带着几群小鸟正在带他们比。那我上在 YouTube 上面去看到1万人、2万人点阅，什么母狗带小狗爬楼梯什么这些，因为这边是每天在发生的，就是说不考虑说我们这个环保的争议，就是说在这个树，就是这个是这个校园里面树木最多，然后生态最丰富的地方。哦，我们户数不是只有户这么一棵榕树，或是户这32株被移植的树，而是这32株将被移植的树是江翠国中无可替代的资产。他们被移走了，这些生态也跟着移走了，这些松鼠、这些喜鹊、
到底还要再躲到哪个地方，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栖息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留下这些树，留下这些生态，让小朋友可以做现成的生活教育。所以马上就在树荫底下，在树荫间，马上就可以看到每天我们从下树可以来树下看这些鸟的生态。我觉得这个是无可替代的生命教育的意义。很棒。可是如果相反呢？如果学校为了盖游泳池跟停车场，只为了短期的利益，为了三亿的利益，然后去盖这样的停车场，而且还是等于说哦，以游泳教育啊，就是这种给小朋友游泳池这样的名义来破坏森林，在校园里面砍树这样的事情，做这样的负面的生命教育，实际上对学生反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教育手法。我们看看，像最近大家就开始会注意到，国外的原来的那个 tree hug 最久的记录，在树上树屋哈、哦，用一个平板住了700多天，哦，度过了台风、飓风，甚至砍伐森林的那个公司还派直升机要把它卷下来，哦，那可是到最后他成功的保护了以公顷做单位的红木森林，那些红灌木的森林，不要说我们这种30-40岁。他们几百岁的都还算小幼稚园而已，哦，那种千年快木林就这样子跑下来。那我们台湾呢，居然是我之前户数的，不管是仁爱公园、4号公园、10雕公园，还有现在的校园，怎么会在这种校园跟公园，就是让老树栖息，就是让老树留着这些生态的缓冲空间、生态跳岛，居然在这种地方还要发生这种护树的行为，还要发生这种暴树的行为。这我想，如果我们的影片翻成英文给，翻成各国语言给外国的朋友，他们就感到不可思议。公园跟校园就本来就是一个不该砍树的地方，就跟动物园、植物园就应该是要是动物或是植物保护的地方一样。了解了解，好。啊、你看现在随时我们在拍，旁边都有鸟在叫，是，对，鸟的生态都非常丰富。昨天的赖芬兰在脸书上说你成为我们的英雄了，哎、啊，今天本来想跟你水洗一下，你抱一个树干，我也抱一个树干，结果我没有办法进去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帮你留影下来。不过这里要移走的32棵还有很多树，如果过一段时间政府还不愿意正面回应这个不要移走的这个事情，哎，搞不好也会有自主公民，哦，就是举国有接力的方式，哦，还有很多树是可以报的，哦。怎么样报法？如果想要去报，你认为如果想要去报，还怎么样进去报其他？那就要想办法进去，我就不便在。哦，对对对，也有道理。就来公开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好，到时候你再传播这个秘辛给大家。哦，好，谢谢你接受访问。来看一下，参加已经在这里170几小时了。我也蛮随缘的，我本来是在旁边那两棵，那两棵呢，我们是以没有爬过树的人，看那两棵看起来很好爬，确实很好爬，可爬上去以后它的枝干都是没有这些须根，所以没有办法躲，就是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好，就是旁边那两棵。哦，那后来我远远的看，因为我后来在想说，如果在那个树枝如果要晚上睡觉，好像没办法睡一下。然后后来想一想，那是前天6点嘛，5点半是6点，我就跑过来，我那些也没有比较，我后来挑一挑，就看这边好像有个地方是可以睡的。我感觉上有很多是树根，树枝应该是安全的，比较不会跌下去，要绑安全网，套的比较少。好，那可是我那时候看下面不好爬，挣扎一下，到时候还是跳上来。然后跳上来知道说，当这样的榕树这么高，就在树上是在像坐船一样的。像现在有下雨，然后像风吹一阵，那如果身体会摇晃，身体会摇晃。在这种树的超声波浪里面这样游泳，真的是游泳于树海，因为这里面雨又那么多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之后能够保下来，
实国中本来，其实我现在学的这些绳结这些技巧，就是我国中童军课学的。幸好当时的童军课没有被移做这些他用。那天有小朋友礼拜六的时候刚好就有开，然后他看我这样爬树，不会爬树哎。然后那个脚踏点那个有几位会爬，都是天赋哦，有一些就比较会爬，有一些比较不会爬。那他们也觉得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有机会像这种童军课这种学到的技能，以后都用得到。如果说童军课的时候，国中生对不对？本来就有童军课啦，那我们在这边把这些所有的绳结，好、哦、来训练，哪些结是可以越拉越紧的，哪些结是可以在攀岩的时候，哪些结是可以做绳梯的，那学生做完了，然后亲自自己爬上来，那这样留下来的记忆永远不忘。哪一天学生去爬山，好、哦，那遇到猛兽，遇到什么需要爬到树上避难或什么，这种机会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那如果说遇到恶劣的天候，需要像我只是弄一个头巾绳搭一个这种框架，然后弄一个麻布袋盖着，那起码没有雨伞的时候，我有这样一个小小的，然后让自己不要被淋到，然后失温，这种很简单的避难技巧。像这种，其实我们不应该阻止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，而是应该要他接近大自然，然后在大自然里面去学习说，人很谦卑的在大自然里面，人是很谦卑的生物。这些榕树比我们老，比我们大，栖息了那么多生物，我们应该是要跟这些榕树学习。那应该是如何去注意这些榕树的树枝，这一些生态。然后我们假设要在树上生活几天体验，我想小朋友一定超爱这么有趣的活动。如果在树上住一晚。OK， 那他们怎么样把东西送给你吃呢？我很好奇。杆子，用一个杆子。哦，就在你背后有一个竹竿。嗯。那我本来是用那个铝的那种铁，就是晒铝的晒衣杆，那其实是蛮重的。那后来就有这些以后就拿电割，好、哦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电割就是晒衣架。哦。那这也是生态智慧啊。嗯。我们想象之中的铝的这种铝杆是比较轻的，可是比它更轻更坚韧的其实是竹竿，又便宜又轻巧，然后又有弧度。比如说你在勾的时候，就像钓鱼一样。所以大家都好爱那个竹竿哦，每次要送东西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爱这样玩。OK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哎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希望能够挡住这样的开发，哎、能够让这32棵能够留下。对，我看来这个，我大概是。你现在看到的树都被填好了。对，我看到树上都有黄色的，都有黄色的那个，这些树都是。没有黄色的丝带是我们绑的。啊，是你们绑的。是我们绑的要保护。那。它刚好那些编号是向着里面的，看不到。那现在你眼睛看到这些树都被编号了。哦。等于说在里头上绕了一个避湿令，这样就是都要移植这样杀物这样。哦，了解。我这棵树刚好是一号。啊，这棵是一号。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这十棵老榕树，红色的。这应该有五十岁了吧？应该是可以。有，他们老师大概。这些退休老师都是在江翠任教了快30年，27年、28年。那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些树就差不多7、8岁。那不管他们这些老师，他只教百棵。为什么他们那么真实又说，但这些老师就会认一种，也相当于这些老师他在校园里面，他的青春年华这27年、30年跟着老师成长的校园的青春，都没有花掉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希望你为大家努力一下去。嗯。